各位朋友，相信呢，现在忙碌的现代人，就是生活压力大，工作压力大，很容易颈椎或是这个肩颈会酸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个颈椎按摩椅呢，是非常多明星网红他们都在用的。因为你们知道，明星他们可能日程行程都排得很紧，所以呢，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去按摩。但是有了这个呢，就是可以稍微按摩一下他们的颈椎。有谁在用呢？有这个范丞丞，还有佳琪。佳琪的照片在后面啊，佳琪我也是很喜欢看她卖东西。你们有人看佳琪吗？有人看佳琪？我们读者朋友有人看佳琪吗？哦，佳琪她的东西也是很种草，好不好？连佳琪都在用的这个，就是这个颈椎的 SKG 颈椎按摩仪，没错，就是这个颈椎按摩仪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像蓝牙耳机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让大家帮大家开箱一下，这有一款时尚的按摩仪。它呢，因为通常大家出门，你不可能带那种超大台的出门吧？可是呢，可能中午午休的时候，上班族中午午休的时候，想要稍微的放松一下你的颈椎，或是看电脑已经打了三个小时了，想要稍微放松一下，就可以试试看这个。我要请我们小编帮我拿进来哦。小编好，我看到了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，就是这台叮叮叮 SKG 的颈椎按摩仪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个，等一下哈，他买进来的时候，哎呦，等一下哈，我的稿放去旁边。他呢，就是买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会这样子，像是这一盒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打开看一下这一盒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呢？哦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盒真的今天新的热腾腾来的。我看一下，看过一点，佳琪口红是不是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加入哦。哦，这个盒子不是太好开，好好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好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哦，打开以后呢，看到它里面有说明书，说明书先放旁边，不重要，欸，也蛮重要的啦。但是，好吧，这里面的比较重要。现在好用的产品就是，都不用看。看起来很漂亮哈，看起来很漂亮哎，欸。等一下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耳机吧？看起来很像耳机，对不对？它是颈椎按摩仪哦。我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有一个主机，然后呢有一个遥控器，有一个就是可以随附带的遥控器。这遥控器还有一个很酷的功能，待会可以给你们看。然后呢，它也是可以充电的，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个 USB 的充电线会附在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一盒里面就是这三样东西。那这三样东西呢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样，看起来很酷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这个360度环绕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它呢厉害的点就是，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怎么都这么轻便啊？它只有0.35磅，就是其实真的没什么重量哎，就是你要随身携带，或者是上班的时候稍微就是放在包包里面带去上班，中午午休可以用，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它就是看起来造型非常的像耳机哦，而且又是白色的，好好看哦。它这个颜色有两个，一个是红色，然后另外是白色。但是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白色这个颜色啦。然后呢，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。左边呢，欸，是这样子戴哦，是这样子戴。好，左边这边呢是开机孔，就是按下去就会直接开机。然后呢，它下面充电的地方是在开机键的下面，这里有一个充电孔，就是你可以充电的时候就插这个孔，然后没有充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推回去，让它看起来，欸，我怎么推不回去啊？有，推回去，欸，推回回去吗？可以推好了，推好了哦，太可怕了！这个待会这不是我买的，这个还要还回去哦。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最重要就是它这两片按摩的这一个它是304不锈钢，304不锈钢它其实算是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材质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按摩的这个片啊，就这两片，它是，就是可以有比较抗汗，然后防尘的功能。对，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 Google 好不好？这我都帮大家查好了。304不锈钢就是 for 比较可以抗磨，然后耐侵蚀，然后也可以防汗。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流汗的话，或者是出去慢跑的时候会流汗，就是这个也有比较有防尘抗汗的功能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好，我现在要用一下吗？好像不用啦。但是哦，跟大家讲，然后想说，那如果这个沾到汗要
要怎么办？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用那个湿纸巾稍微把它擦一擦，或是用那种有点像 rubbing alcohol 那种的，就是稍微把它消毒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另外它旁边的这个材质啊，是有点像细胶的材质，但是它是比较透气的那种细胶，才不会在你运动的时候用，然后就黏住，或是也可以抗过敏。如果你是皮肤比较敏感的话，它这个细胶的材质，它是叫做 silicone。Gel pad， 对，就是比较透气的这个材质。然后另外呢，它总共呢是有三种按摩的模式，就是有一般的模式，就是专门让你放松肌肉，每天都可以用的。然后另外还有舒缓的模式，舒缓模式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有颈部比较痛，或者是落枕，哎，这里有人落过枕吗？有人落过枕是？有人落过枕可以留言一下好不好？这个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两天。才上大概这个礼拜吧，跟上个礼拜我买了两个枕头，加起来要快$100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骗人，我就是一直落枕，然后我想说那我去买另外一个枕头好了，然后又落枕，然后我又买了另外一个枕头，我现在家里总共有八个枕头啊哈哈啊！题外话，跟大家小聊一下，对，就是如果你是落枕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它的这个舒缓模式。那第三个模式呢，它是。可以增进你的血液循环的这个模式，然后可以帮助你肌肉颈部的肌肉呢增加一点支撑力。如果你是有慢性的颈部疼痛呢，用这个模式它就是可以帮你比较舒缓改善这样。而且它有一个很棒，它不止按摩而已哦，它可以加热，就是它呢这个板，就是它的这个304 steel metal 的这个板，它有加热的功能，但是它不会很烫啦，它到大概到107度这样子，107华氏107度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到太烫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要跟大家试用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没讲到，哎，我先开机啊，开机键按下去，有听到 B 声吗？大家有听到 B 声吗？好，开机了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放在我的这个颈部上面，然后大家想说，哎。菲菲怎么讲那么久还没讲到这遥控器？要讲了好吗？要讲了，对。然后接下来它的遥控，其实它遥控器操作超级简单，它就是中间有一个 M 就是 mode， 你可以切换不同模式。然后呢，上下就是有强度，它总共有15种不同的强度，就看你自己想要强一点，或者是想要弱一点。然后另外呢，左右两侧呢，一个就是按下去它会有加热的功能，然后一个按下去你不想要加热功能，你就把它关掉。所以它操作基本上真的不用看说明书，好吗？就是这一个遥控器非常的轻便时尚，然后又好看。然后我要开始了吗？哦，好紧张哦！开始了吗？开始，现在有开始，还是它太久没用，它关机了？哦，有。哦，好害怕哦，因为我很怕我一不小心开到最大。哎，还是它关机了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是不是太久没按它？哦，对，太久没按它了，它关机了。我再开一次哦，有了，好，开机哦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然后呢？哦，有了，你们有朋友去做过电疗吗？就是那种复健诊所的那种电疗的感觉，它的感觉就有点像是那种会有哒哒哒哒哒在帮你，让你的这个，因为你知道电疗它基本上就是要让你放松你的肌肉，然后它的运用的原理也是一样，就是有点像电疗的感觉，然后。让你这边的肌肉有那种哒哒哒哒哒的感觉，然后还可以加热，是不是？可是我现在已经蛮热，我不是很想要加热。然后想说这遥控器这么小，会不会带出去就丢掉？不会，各位朋友，你们看，噔噔，它吸上去了，很棒，对不对 ？Magic， 好像也是没有到那么神奇啦，但是就是很方便，因为它就是你直接吸上去，你就可以睡午觉了。好，那个菲菲要准备要去了。对，不觉得它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收纳，或是你怕东西会不见的这个问题。对，就基本上这个，哎，有没有人想要试看看的？我叫我们小编来试。哎，小编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哈，一个月没睡好觉哦。小编来试一下，快点。小编他今天没有这个小素颜，所以呢，我不让他上镜，好吧？小编，有吗？有感觉吗？觉得没有一点感觉。有吗？没有感觉。还没吗 ？Oh my god！ 你这么强壮，我们小编的脖子很强壮哎。有吗？他是在加热，就是有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没有在温，就是保温，就他没有在震动哎。没有吗？这样呢？
没有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我们小编的脖子坏掉了，我们小编脖子坏掉，没有吗？有啦，是不是因为不导电的原因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啊，还是你，我刚刚又关机，来，再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小编脖子没有坏掉，脖子还好，等一下我再试一次，有了吗？啊，有哎、欸，有了，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太大了，我怕把我们家小编电死。有，真的，有、哦，好神奇哦！你要加热吗？来，我帮你开加热，谁想要？哎、欸，这个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要抽这一台哦，我们小编现在正在使用，很爽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够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抱歉，很热了已经，哇，赶快，不是啊，因为它其实本身是不会这么烫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啊，前面有好多盏灯打在菲菲的身上，所以就是是涓细流的那种温热感，涓涓细流，我们家小编说这个感觉是涓涓细流，好吗？对，所以呢，这真的是。蛮有趣的，而且不是啊，主要是因为它真的很轻便时尚，就是你丢到包包里上班，或者是你去慢跑的时候，然后你去慢跑，可能在公园坐着休息一下，你就可以稍微用这个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其实颈椎啊，就是你可能像我常常落枕，好不好？像我这常常落枕的人，我看一下遥控器吸上去跑步会不会掉？不会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？贝贝，哎呦，可能不会跑这么大力啦。但是呢，就是跟大家讲一下，它那个吸的效果其实算是还 OK 的。所以其实不。应该没有人会带这个去，请不要带这个去弹跳床好吗？没有，你可以慢走一下。对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画面有没有？他也是带着这个一起去运动，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除了介绍这个产品，我真的强力推荐。跟大家又题外话了啊、哦，抱歉，大家稍微听一下。但是这真的是菲菲的切身经验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呢。我们的颈椎啊，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运作。你们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是真的，尤其是如果你又常常会有容易偏头痛的朋友，你真的就是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因为像我就是很需要早上起来赶快头脑清醒的人，所以呢，我早上起来我都会这样，然后你可以用手辅助。然后数个十秒，然后搭配深呼吸，一定要深呼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深呼吸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才可以得到氧气，所以你整个人就是做完这个，然后放松，就是换边，然后就深呼吸这样子，你就大概做个两分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现在在看这个，明天等一下看完去睡觉，明天早上起来就给我做，真的会有差。因为我以前也是。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啊、做一些事，喝咖啡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呢，真的早上后来醒来以后，就是我有做这个，就是整个人真的会觉得头脑比较清醒一点。还是因为我平常头脑就不是很清醒啊，是因为这样吗？所以我做了才有差，好不好？就推荐给我们读者朋友啦。如果你是也会容易会有偏头痛的情况的这个出现的话，真的可以试试看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样子做。然后当然就是也是可以搭配这个。就是它其实是每天都可以用的，然后它是建议说，就是因为它一次开机使用就是30分钟，然后你如果把它充饱电的话呢，它可以用8次，所以其实算是蛮多次，你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准备的时候稍微用一下，然后可能午休。上班午休或是 lunch time 的时候，再稍微休息的时候用一下，然后晚上可能睡觉前洗完澡，因为洗完澡身体不是热热的嘛，再用这个稍微用一下，对，就基本上整个对你的颈部的肌肉也比较不会这么僵硬。然后切记这个用这个的时候放松，你不要再一直滑手机了 ，OK 啊？其实我们这一趴直播看完就要去睡觉了，好吗？对，那以上呢，现在就先开始做，现在也可以开始做，真的，我是说你们说真的啦，虽然说菲菲不是什么中医呀、啊，或者什么运动学这些，但是我自己做起来是非常有感觉。因为呢，又是小小题外话，应该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聊题外话，没关系吧？就因为我常常这个，现在大家知道婚礼季要到了，然后菲菲周末就是需要去跑一些婚礼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我都要超级早起，然后晚上都很晚回到家，所以我早上的时候我就是要逼着自己赶快头脑清醒，才可以开始接下来一天的婚礼工作，好吗？我也不想要毁了其他。新娘的婚礼，所以呢，真的我自己这样做下来，我觉得还蛮有用的。然后刚讲了这么多，大家
记得赶快留言，因为我们今天要抽一台哦，我们今天要这么棒的，我们要抽一台。这个呢，在 Amazon 上面的售价是多少呢？$99，好吗？白色的这个机身呢是$99，所以大家想要免费得到这一台的话，在最后跟大家讲一下，赶快现在在直播下面留言 ，tag 一位朋友，好不好 ？tag 我也可以 ，tag 我，然后呢，旁边写Deal and Box。每周四晚上9点直播 ，OK， 我们待会节目最后马上就要抽出了，不是明天才抽，没有，待会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得到这一台，好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就，没错，就是这一台按摩器分享给大家。哎，你们有买过那种？因为买过很沉的那个大的，但是到哪里都不好带，对不对？超级大的，像个大枕头一样，就是大脖套。而且我还买过那种可以换头的，就是它是专门给肩颈用，然后你可以换它的头。结果我搬家的时候，就那些头都跑去哪里，就头都不见了。对啊，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轻巧实用。哎，观众朋友，你们有留言了吗？有留言不错，对不对 ？Sarah 觉得不错吗？对啊，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轻巧，然后又时尚，然后看起来好像又不会像是那种很笨重的大台的按摩椅这样。然后所以如果家里有这个长辈或是有爸爸妈妈的，我觉得就是圣诞节前也可以送一台这个，因为这个长辈们好像都蛮喜欢按摩的东西。我打算要送这一台给我其中一位家人，我有位家人是在做发型的设计师，我觉得他非常需要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提供大家一个参考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我们这次的开箱这一个。好的。